爸，我找了一新的对象，请您允许我们结婚吧。他多大？他比我大。女大三抱金砖，大点大点吧。谢谢爸爸，过来吧。哎，你爸真的同意咱的事儿了啊？阿姨呀，啊，你。大家听我口令，男的站左边，女的站右边。哦，那敢问东方先生站在何处啊？我当然是站在中间喽。散会，后会有期。你说这取钱的多费劲呢，快点儿！大哥，能不能帮我挡一下？可以。哎，去吧。够了，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俩都亲了一多小时了，干嘛呀？嫉妒了？有能耐你找一个去。嘿，嘿，吵得还挺快的你。怎么样？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嗯。要不？我陪你出去转转。好。轮椅太宽，进不去可怎么办呀？汽车人变形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终于老了。来吧，马建国，过来。写的清清楚楚啊，清清楚楚，10万块，赶紧还，快点儿！可是我现在没钱呢。我不管这些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3天之后你还是还不上，那你家的房子就是这个下场。看见了没有？就是这个下场。老大，你都给烧完了，这还咋还呢？哎呀，你快点吧，赶紧！还了，谁呀？谁呀？开门！谁呀？快开门！不是谁呀？谁呀？到底？快开门！不让我踹的啊！哎呀妈，大哥，警察吧！大哥，你别怕，我藏起来。来了！咋回事啊？我嘛呢？不是我这这嘛呢？我这准备洗个澡是吧？准备洗澡，怎么现在才开门啊？啊？你们谁叫的盲人按摩呀？快，给我坐一会儿。